以前去的小狗再倒霉，也不会倒霉到哪去。直到当我看到了它，如果这些小狗的倒霉瞬间没有被拍下来，你一定不会相信，尤其是最后一个。看鸟叫狗子是如何荡秋千的。 你看，我这人一摔，倒霉的就是他了。这老爹，我真的服了。鱼的记忆有7秒，而倒霉小狗的记忆只有3秒。哎，这是什么神仙地方？真的是。 记得关注见笑了，让你每天更开心哦。抖音。